做好了没？做好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玩的是这个，好的。这里面有什么？你可以把它打开来看吗？看到什么？看到这个。那是什么啊？盒子先给我，盒子给我。给我吧，你看到什么？看到小小兵。小小兵哦，你可以把它剪开吗？可以。你会用剪刀的吗？是这样剪吗？小心不要剪到自己手。剪不开。真的吗？那再剪一次。它前面是有个按钮，在小轮子上面，小轮子前面。小车呀！你可以帮他骑车车吗？怎么骑？撞到他就打开。哇！哎呦！砰！我跳过来，跳过来！哇！这个是谁在骑车？小小兵在骑车。小小兵的车子是什么颜色的呢？蓝色。英文是什么 ？Blue。那小小兵是什么颜色的 ？Yellow。中文是什么颜色 ？Green。中文呢？哪有 Green？ 黄色，对不对？小小兵是黄。色的，哪还是哪有绿色的？哪里有绿色？他衣服是绿吗？也不是，也是蓝色啊。他的小小兵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？blue。啊，他戴什么颜色的眼镜？black 也对 ，black 也对。那他的手是什么颜色的 ？black。黑色的。哦，看看，按下这个按钮。哇！你喜欢什么玩具？我喜欢那个玩具。它是什么？它是摩托车。它是摩托车，是谁在骑？是小小兵。是我们买什么送的？麦当劳哎，好玩哈！当饭可以，好玩吗？好玩，它是水上摩托车。这个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嗯，下次还要不要再买？耶、yeah. 啊！是吗？再说一次，好不好玩？好玩。拜拜。拜拜。来一次。